等这一刻，我终于可以吃我的鼠哥哥了。这胖子快节制一点啊！哎，故事都要结束了，那我们来回忆一下吧。从这一开始，我们遇到了李泽如，然后帮他找回了记忆，就好像帮稻草人找回头脑一样，好酷的感觉哦。或许恐怖的回忆所造成的阴影，会把你压得深深压力一身大大，但其实回头一看，好的事情却有在少数。从一开始找到现在，或许常常有压力和压喘不过气来，但其实现在脑海里想的都是与你们的美好回忆。这就是我所想要的，这就是绿野仙踪里稻草人所想要的头脑。之后我还遇到了童万晴。